乘客们，欢迎乘坐上海轨道交通事故专线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，祝您在事故中有好愉快。本次列车终点站世博大道，下一站卢浦大桥 ，Next stop 卢浦位置。需要帮助的列车正在坐，欢迎您乘坐九号线，请从羊羔中路下车。下一站不经停车的山东左边车门下车。Next stop 四经九停车区 ，Left side。交通号线，号线，上一站南京西路，请从左边车门下车。欢迎乘坐二号线，本次列车终点站京东，上一站江苏路，上一站江苏路，上一站东阳，东阳，东阳，三号线，四号线，请注意换乘。为了省高峰时间，上一站娄山关，上一站内蒙古，本次列车不载客。京东车站客流较大，本次列车不载客，请乘客们在安全扣篮位后向南列车，谢谢配合。下一站综合路虹桥二号横跳桥，换乘轨道交通号线。下一站虹桥火车站，徐家汇终点到了。欢迎乘坐三号线，本次列车终点站江阳北路，下一站上海火车站，请为需要换乘一号线的乘客让个座。下一站。使用公交卡的乘客可在30分钟内换乘八号线，请注意换乘列车的首班车时间零点八零出行。下一站赤峰路，由于下雨，楼梯的地面较滑，请您在上下车和出入站时注意安全，谢谢配合。下一站大宝树 ，Next stop 江湾站 ，Please get ready to land on the right side. Next stop 滨高西路长江南路，到了。